1975年，校长还没20岁，就从师专毕业，就开始教书，当过导师、科任老师、组长、主任。到102年8月1号来五甲当校长之前，我已经教了27年的书，所以校长也是个老师。那今天呢，我打开我心里的窗，我来教一课国语。那跟我们这个6年级的老师来做交流，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上完了之后，我们就会到第一会室去讨论，哎，有什么呢可以再更增进的。所以呢，你在同学之间学习是也是这样，哦，可以互相的呢敞开你的心胸，把你的知道的展现出来，然后呢跟其他同学做一个交流，哦。那为什么选你们班？你觉得呢？班长，你觉得为什么选六班？因为六兰表现非常好，校长呢经常在巡堂时候发觉六兰在上课的时候很专注，六兰在讨论的时候非常的投入，所以选了你们班。因此呢，虽然有很多的老师在看，后面有摄影机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也不要特别紧张，把你平常的表现出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上的是第几课？第10课，课名是。上过的生字语词，对不对？也讲过了课文的大意，是吗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再请同学起来念一念课文，有没有自愿的？这么客气啊！哎呀，那这样子，我们想要请几个同学起来念哦。好，那你拿出笔来，我们注记一下它是第几段。好，来，我们是不是请那个玉燕，请你念第一段跟第二段。玉燕，请起立。好，那其他同学要看着课文哦。Thank you.
分，谢谢湛华。来，最后的第七个问题，大段谁要跟我们听完呢？哦，很好，来，雅轩。心中的床。
对不对？从头到尾都要讲这个，所以他在中介过程当中，他把它提出来了。啊，最后一段呢，他用社会法跟你对话，他希望你能够怎样打开心理的窗，所以呢，前后收益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这是整个课程的一个结构。OK， 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透过提问来跟这个课文更加的了解。好，那课文提问的方式呢，老师我看老师上课常常提问，那在那个就是国际的评语叫 PERS， 他把提问分成四个层次，第一个呢就提取讯息，直接从课文可以找得到答案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哦，你知道了这个题目就可以举手回答。好，那告诉我们他的答案在哪一页，在哪一行。好 ，OK， 好，第一个题目，小时候做的自己窄小，在自己窄小里的世界里面做了哪些事 ？OK， 好，请说。写作业的第二，看书、写作业、做自己喜欢的事。OK， 好，九十页的第二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有吗？有看到吗？那你可以比较用完整的句子来讲了吗？做的这。小时候坐着在自己小小的天地，会做看书、写作业、做自己的。OK， 非常好，我们谢谢客户回答来，看看小兔。问题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第二题哦，请问坐着在认识朋友这件事上，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好，来，请说。扮演准备。答案在什么地方？第二个呢，最后一行是他扮演被选择的角色。如果完整的回答，我要怎么回答？完整。作者哦，非常好，谢谢雅玉。OK， 好，这个题目在课本可以找到答案吗？可以，所以他也是直接提取你的外第一层次。好，在课本可以直接找答案。OK， 再来第三题喽。作者的改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非常好，在哪一页？九十页第三段第一行，非常好，你的那个预页吗？拍拍手 ，OK， 非常好 ，OK。那这个题目在课本有没有找得到？有，这也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哦。是说第一次层次问题是不会太难，而且课本会直接找答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要提升哦，要跳到第二题哦，第二层次。叫做推论讯息，它虽然课本没有直接写，但是你可以从课文里面去推估，而且它有固定的答案哦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作者在中学以前个性怎么样？作者在中学以前个性怎么样？咦，想一下啊、哦，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呢？雅轩，你说，那个性怎么样？中学以前，怎么样？在哪页？你要帮他吗？个性怎么样？哦，保守，被动的。OK， 非常好。要不完整的讲，你可以帮他完整的讲出来吗？OK。作者在中学以前的个性十分的保守、被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会把自己的心理对来讲紧闭，对。那课本有直接的答案吗？好像有，可是他也会讲很完整，让自己推不出来。对，还有没有可以讲的更完整的？凤鱼，你要不要说说看？在中学以前，作者是个非常害羞的孩子，十分内向，所以在。非常好，拍拍手。谢谢凤鱼。凤鱼所讲的跟雅轩所讲的字是同样的一个意思，但是他用不同的字体来表达，对不对？那在课本上没有直接，但是他有固定的答案，所以就是层次二哦。OK， 那我们再挑战一个。来，中学的时代，太快了。中学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然后呢，作者的生活有了什么样的转变？有特别有没有写？有，你会用一些你的自己的话来表达，可以吗？好，雅轩把
接让给别人哦，因为好多人应该还可以表达。来，子琪，你说说看，在中学时代做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哦，他尝试着跟邻座的同学来做一些谈话，对不对？攀谈。OK， 好，还有人要补充吗？应该还有哦。来，彩珍，你觉得呢？作者在国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？开始和同学攀谈，然后呢？只有攀谈同学吗？还有吗？写露出他语文善良。那他有没有跟他朋友、同学的同学、朋友的朋友做一些交流？有吗？有。OK， 好。那第二个，他有什么样的改变啊？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？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？我们可以请千羽来表达一下他生活中的改变。朋友变多了，哎，是个改变。还有什么改变呢？天佑，他的心情怎么样？他心情变得怎么样？开心还是难过？开心。开心了，他的心情变开心了。OK， 好。那子乔，你觉得他有什么改变？有没有听到赞美？别人赞美他什么？你说说看。说他怎么样？细心周到。哦，他听到人家赞美他细心周到，而且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还让人家喜欢。他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不太相信，对不对？后来觉得受宠若惊。他喜欢这个赞美吗？喜欢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七段哦。哦，你看，他觉得。他的世界增添了很多的歌声、笑语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他自己也知道说他自己是一个很诚恳、很友善，然后让他得到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中学时代，他发生了好多的改变，包括他把自己的触角探出去了，开始跟朋友交谈，然后跟朋友的朋友交流，然后把他的诚恳、他的真挚、友善表达出来之后，得到很正向的回馈。他生活就变得很精彩，他自己又觉得很开心，他就感觉到生活呢，就是朋友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所以第二层就有点难了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哦。接下来又更难了，第三层次要诠释整合，这种自己的想法，而且没有固定的答案哦，从这里找不出固定的答案哦。来，我们一起念一次题目。比的有吗？
者本来是泰州的这样。好，来，请坐下，请留着哦，等一下我们。
觉得怎么样呢？本来是自己看书，后来是跟朋友交流谈谈，对不对？